谁都会有爱好。是啊，那你爱好什么？开汽车。你能不能救救我？我赶飞机只有25分钟，赶不上我就完了。你要是赶上了，你可发财了。嗯，你真不错，请你把安全带系好了。知道了，记下车牌了。车开得太快了，亲爱的，你把眼睛睁大点，这是工作。你真的能赶到吗？我是说，要是赶不上，干脆就别赶了。我还能行，现在开不快，上了高速公路就好了。啊，驾照可不值得。别担心，先生，我没驾照。太棒了！用了14分30秒，你还有时间去买报纸，再喝杯咖啡，旅途愉快。哇！